Köpek.改个标题。哎，闲聊，我看就是闲聊的话，我看就是看大家说日期不用改没关系啦，没睡觉都是前一天。打欧刀比没办法聊天啊，打欧刀比都是有我在，就我自己在玩而已。刚讲房子讲一半而已。我看就是打光了。最好闲聊。弹珠台超好闲聊，不用好不好？打光更闲好不好？弹珠台还要比较专注。快打沙包也很专注啊，而且现在线路不好，就是群组里面都说在打那个快打，现在连外都很惨。好不容易从花莲来到台中，才发现起步真的很难，就没办法了。我觉得大城市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没办法。这个，而且这个也不是一年两年就会改变的状况。所以真的是没办法。所以还有就是，不然就是比如说一样买外县市的房子，然后可能先租给别人，然后他来帮你付那个房子的房贷，然后你在台北租房子，这样就算你自己在支出房租，但是你至少还是有算在存了一个小一点的不动产这样。嗨，卢比安安，夜幽魂，谢谢。夜幽魂九个月，谢谢。其实我觉得老家在外县市的，我觉得都还好，至少你还有老家。哦，台北，老家台北也好啦，你就家就在台北，其实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啦。基本上大家会嫌房价贵，我觉得是仅限于就可能双北地区之类，因为这里人口就是很多嘛，那很多人就是在这边工作。晚安，波浪湖。那工作也这么久了，然后工作也这么久了，然后生活也习惯了，你就是会想要在台北生活，就会发现太难了，然后就会觉得房价就很不友善。不然，如果你愿意住在外县市的话，其实很多地方的房子就真的也没不负担不会太大，就还蛮合理的、啊。之前看馆长直播，台北有些人宁愿租不出去，摆着剩蚊子也不要卖掉。是啊，他不缺钱啊，他如果很缺钱，就卖掉了啦，
就会要卖了。那种就很快就卖掉了，也不是随便都遇得到的。可是台中也很贵，台南也开始有往高价趋势。是啊，就是一个越来越贵啊，就是物价也是一直都贵啊，没有变便宜过，只是房价可能前一阵子很夸张，但是就是现在比较不夸张，但是趋势就还是会越来越贵啊，我觉得就是跟物价一样。我不知道啦，我不是读什么经济的，我也不是什么，我只是自己觉得。你觉得当学生出社会最大差别在哪？就是有钱跟没钱啊，有收入跟没收入啊。我的网路就跟这只蛮子一样转转转。谢谢贪香烟。我很好奇，通货膨胀到底能涨到多少？会涨连买个奶茶都要100吗？自助餐两碗饭、两菜一肉、一汤400，谁知道？搞不好20年之后就这样啊！而且现在奶茶，台北市应该都要50-60了吧？也差不多啦。我们都经历过奶茶10块钱的年代，那也离我们20年而已啊。对啊，奶茶10块钱，鸡排25的年代，大家都经历过啊，现在都一倍了，甚至超过。奶茶10块喝了，不是都会跑厕所吗？干，现在喝60的，难道就不跑厕所吗？射我！干死鸟！打不完了。怎么会打到宫啊？庙
就20年前跟现在薪水一样，就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国家经济都有点波动波动的嘛。啊，我们的前一代可能刚好是在一个比较经济比较好的年代，哦，啊，他们讲的事情很多，这一代人觉得不可理喻，可是也没什么不可理喻的，干他们那代就是那样过来的啊，所以他们觉得怎样是用他们那个时候的经验去讲，所以也不能怪他们吧，他们就的确是这样过来，他们也没有胡乱啊，那就听听就好嘛，也不用那么气啊。太贵了。反正，我们这年代就用我们的方法努力活下来就好了嘛。然后记得他们讲的话，或是你知道，就是做过的事情，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反正大家都是不知不觉会变成讨厌的大人啦，这是没办法。你只要觉得现在的国中或者国小什么干嘛，有些什么很屁看不过去的话，那你就是稍微变成中间讨厌的大人。这都是一代一代的啦，因为大家的价值观都不太一样嘛，所以，对啊，你小时候剪头发都50块。啊，现在国中生剪弄头发5000块，你就会觉得神经病。可是他们的价值观可能就觉得 OK 啊。诶，牛魂呢？对啊，他们在他们年代经济正好，政府保证他们退休可以领倍的月薪，现在被砍当然会反弹，只是逻辑对不对的问题而已。对啊，虽然新闻上面报很多讲白痴话的那些老人，那是没办法，那基本来就安讲安白六痴话，探。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真的也是苦干实干了一辈子啊，也是因为以前政府有承诺。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因为经济关系，迫于现状，必须要砍。他们也是受害者啊。哎，他不是有个东西可以拿还是什么的吗？所以会抗议也是蛮正常的吧。我以后一定不要成为跟小孩子说我以前怎么样的人。很好啊，就记得啊。我也做不到，我也不希望变成那样的人，可是我做不到。
去砸碎。受害者，我懂，但是有很多理由不能接受。当然不能接受啊，因为我们不是受益者啊，当然什么都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他们也不用什么理由啊，他们只要说，可是你们以前答应我的，现在就反悔了，所以我绝对不开心，也没有错啊。啊，本来就叫牺牲嘛。对啊，所以就没办法。当然背后有很多有的没那些。你知道内幕啊，还有什么干嘛干嘛？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是以整体的状况来讲一个最简单的心理改变嘛，就是这样啊。啊，我的钱变少啊，我抗议啊。啊，我钱变少变抗议，因为我受害啊。所以另外一边也受害、啊，因为我们就要分担啊，什么干嘛干嘛的也不爽啊。啊，砍掉很多人就觉得负担会轻一点，就很好啊。那就没办法嘛，一定得有人牺牲嘛。那会抗议也不会，也没有很，对啊，我觉得还好啊。能了解他们立场，但抗议手法实在难以让社会大众接受。干，可是抗议就是那样嘛。哎，算了，我就讲这些，大家又说我挺军公教，我只是想说。只是政治正不正确的问题而已。风向对的话，大家如果是 挺他们的话，他们造成什么困扰也没有人 care。台铁抗议罢工，大家觉得他们的权益受到打击，这样罢工啊，大家没坐火车是很正常的，抗议本来就是这样，谁还管你坐不坐火车？对啊。可是军工在这边，因为大部分人是不太觉得他们领那个东西很不爽的。所以哦，考试被延误也要怪他，也会觉得不爽啊，什么的干嘛干嘛，造成困扰的。我觉得，那不是抗议就这样吗？那既然今天合法抗议就是要抗议啊，啊不合法，啊你就用警察揍他们吧，把他们赶走嘛。不过警察如果武力把他们赶走。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那个什么什么比例原则什么之类的，他们又没有武器，干嘛不可以动棒动什么的？也不知道啊。可是这是大家的，就是看风向吧。所以，我是觉得没什么好吵的。希望我小孩以后不要跟我说我看的卤蛋早就过气了，他现在都看餐餐自由配。那你小孩也是蛮潮的。帅，答应的是政府，现在砍到他们利益会不开心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肯让出利益考量别人，当然是好事，但是也不可能要项目一定要推的。对啊，还有就是，脸皮薄的人何其多，上街觉得摸摸鼻子算了，被砍就被砍的人应该也是有吧。但是上街吵的一定是比较极端的嘛。但是大家骂就是骂到全部人嘛，我觉得啦。要是我觉得啊被砍算了，好吧，所以就是经济不好，那算了，那我没差。
那但是因为有些人一直在吵，一直在吵，然后大家就开始狂骂，就是军工教的人，那些人他妈也是很衰，我觉得。我觉得啦，就是之前在，就是上一次打地战的时候讨论到的话题嘛，到底要不要当这么极端的人去，就是你知道，偏向某一边去攻击什么之类的。抗议这种社会运动本来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你要让那种极端的人来代表你们，还闷不吭难得声。提早下班，还有得看感动。好，谢谢。代表你们还闷不吭声，被骂不就只能摸摸鼻子吗？好啊，那就你是这样觉得，那我不这样觉得，大家想法不一样，没关系啊。奇怪，我本来领18%，啊要改低，那算了，那改低就改低，那我就欣然接受。妈的，还要被骂，然后还要怪我，那这样也不太合理啊。明明在，就是不要骂人，就不会，就好了。我没有说上去讲那些的人就是好东西，他们也一样啊，他们就是另外一边的那个极端的人啊。为什么要换话题？又没有关系。那种感觉，你这样讲就很像有人在别的地方钓鱼。比如说啊，比如说啊，看六站台的妈都智障吧。然后有人觉得，干算了，这种人懒得跟他们吵。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当然不行啊，你不能让他们真的觉得这样去跟他吵，然后大家觉得说，干，妈的，不但是肥宅，不但是智障，还是护航狗，然后没去吵的人也受害了，亏。就是你以偏概全，然后。还要怪全的那些人不来抵制片，就不太好，我觉得。反正开直播公共场合嘛，啊，公共场合就有各种意见，大家就放宽心一点嘛。当然，如果听了这些，你觉得我的价值观跟你差很多。不想看也可以啦。但是我的言论不代表我的观众啊，不用骂我的观众，不用骂其他人就是了。怎么这场刷那么慢啊？
去吧，你去砸碎。看大家那么热络，六三不考虑办自己的台剧吗？有啊，我之前开台常讨论啊，很想说做一些活动啊，比如说我 Curse 不是有什么骑摩托车啊，或者是什么生存游戏的吗？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骑摩托车啊，然后这么多肥宅动一动，进个摊啊，是不是？或者大家一起去打生存游戏啊，什么都不错啊，要有自己台的风格嘛。以前军工叫弱势，现在他们相信起来真的是很好了，因为没有想到别人只想要想这样自己爽，后面的军工叫怎么办？可是你要想要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先苦后甘嘛，啊，结果后面甘的时候突然又被砍了一刀，啊，会反弹也是正常的吧？对啊，你就是整个时代动荡，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也不想，但是我也没人想，你知道吗？反正简单来讲，他们就是被动到那一群嘛，不管比例多少，或者是他们已经很棒了什么，他们已经感觉以现在来讲，大家觉得很好了，或是怎样的话，他们就是被砍了嘛，所以有人会反弹就是正常的嘛，也没有什么很不可理喻。当然，媒体现在建立的风向，建立说那群人都是一群白痴，发言有一些他妈的也真的是很低能，我也知道，我也了解，但是就是没办法嘛。那我想讲就是。不管那些单一个人的奇怪的表现，我也不管媒体讲什么，就是就这个议题来讲，损失方就是会那样子啊，就很正常嘛。可是欣然接受改革，军工教被以偏概全，那怎么不切割那些抗议的野蛮人类，反而缩嘴其他老百姓一竿子打翻全船？买没差，反正这是我跟你看的不一样的地方，好吗？反正我觉得去以偏概全的人，就是做了以偏概全这个动作，那就我就不会去怪别人说，反而去抗议自己，你知道吗？抗议自己为什么不去反对以偏概全？因为基本上以偏概全出发就不好嘛，我觉得而且这不是一个。正常会思考的人做的事情嘛，我这样觉得。但是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没有关系嘛。对啊。你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你知道？你就是说南部人他妈都骑山猪啊，就有人不跳出来说，欸，没有，其实我们有开车。你就说干你自己不跳出来的，那你就不能怪大家说你骑山猪啊，你懂的意思吗？探哥晚上好。晚上好。你如果说他们今天是买什么基金，还是买什么股票，自己投资失败的是私人的东西，他们都可以上街抗议那个公司欺骗消费者了，更何况现在是以前政府下的承诺，抗议也是很正常的啊，我觉得。雷猴。
买不起。但现在问题是不砍就我没有说，我觉得砍的是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就是穷嘛。我觉得砍的是很好的，也没有到很好，就是砍的是一个解决的方法，是一定要动刀，但是看动谁嘛。我从来没有说不好，我也没有说挺一定是哪一边比较好，我觉得都好，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嘛，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我没有说我是挺他们，我只是觉得说。这个都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就是抗议方跟觉得抗议方不用抗议的那一边都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不可理喻什么干嘛，就很正常啊。听到哥布林的声音，真的砍了要怎么去美国玩呢？大家说是不是？基本上做这种发言的也他妈是低能儿啊！我是说真正讲这种话的，你知道？虽然他也没讲错，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已经跟我们不一样了。那他知道现在最愤怒的就是那些妈的没钱出国玩的人，对不对？不用说出国了，连生活都没有的人啊，还讲这种话，就是他妈的干，不是反串就是神经病。好像普通，哎、欸，好像比较好哎、欸，哎呀，满的，稳了，换，我觉得每次这种事情嘛，都两边啊，两边都各有利弊的时候，就是有一点讨论不完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猪排好吃，你觉得鸡排好吃，你一直讲猪排的好啊，但是我就是觉得鸡排好嘛，我就是鸡排这边，所以越讲理由就会越荒谬，你知道吗？如果你一直要刻意讲那种东西，你就会觉得越来越荒谬，你知道吗？光像是出没钱出国去玩，你就会觉得很荒谬这样子。对啊，对，我就喜欢吃鸡排，然后到后来就讲说什么哦，因为什么鸡比较小啊，比较多啊，什么干嘛的，讲就开始理由越来越奇怪，或者是啊怎样干嘛的，越讲就越荒谬，然后就会把宗教啊、神鬼啊什么都拿出来讲，就越来越好笑，对不对？
所以就是很简单啊，我钱变少了，而且还少了一半，我觉得很伤心不开心，出来抗议啊，很简单啊。现在就是另外一边就是啊，你们这个钱如果我们不用付啊，那个国家啊比较有钱啊，大家也比较平均一点，所以那个以后的军工教也会有比较多的保障啊，不会说前面的人就领光光了啊。如果你的小孩也是在公家机关这样子领军工教，那你要为他们着想一下，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想法。受益者的基数就不同，所以当然支持率就不同啊。对不对？如果今天18%扣啊，但是是加在政治人物的领导、国家领导者或者是国家领导团队的薪水里面哦，大家没差的人就没差了，不关我的事啊。军工教一样会抗议啊，但是其他也没差，反正不是扣我的钱，你懂吗？就是。受益者的那个问题嘛，是不是？觉得真的有水平高低吗？什么叫水平高低？是新的理论吗？我没有跟到我很少跟一些新的什么那个。我爱唱歌，谢谢。什么？连华丽的箱子都掉两光？干，看来天要大变了。
因为太硬巴，我们决定 nerf 艾瑞利亚。啊，练很久的艾瑞利，艾瑞玩家出来抗议，其他玩家表示不 nerf 别人要玩什么，就大概就是感觉。对啊，对啊。可是艾瑞利亚的玩家，那是简单来讲啦，这是表面上。我艾瑞利亚玩家数一定少于其他上路总和嘛？对啊。觉得刷苦石山效率比苦石差才刷苦石的吗？没有，我只想跟大家聊天，我不想专心看荧幕，所以才刷苦石。睡前定个六探安安六 T A N S L T。谢谢 Joe 0224。不高兴现在版本就提出来满意的版本啦、啊、结果不满意又不提出来。他们要的版本不就是跟原本一样吗？他们就是想要原本的伊瑞利亚那种强度啊。对啊，那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啊。对啊。旋风蛮可以刷到大秘籍啊，就70啊，我70就停了，要再上去要一直改这样子。对啊，还有就是在很早的版本，伊瑞反而没有其他的上路有优势，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要练伊瑞斯，还是 Riot 跟他们说一定会在未来改强的，是不是？结果未来，强到了，爽了一段时间，后面要改弱了，当然不开心了、啊，蛮正常的。一个举例，直接扭转聊天室话题，马上变成 LOL， 哼，屌。我这样讲好了啦，我觉得军工教一定有牺牲一些事情。我不讲工跟教好了，光是军人就牺牲蛮多事情的、啊。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有外面有很多蛮好的机会。那不管他们是，真的觉得军工教比较好，还是睡觉晚安？晚安晚安，谢谢 man 475吧。总之，他们是觉得要就是这个，不管是政府说啊后面的保障很好啊，他们可能也是为了，也是为了自己的小孩啊，为了什么干嘛，想到比较长远啊，自己年轻的时候很选这个啊，现在被弄掉这些，就说什么啊，他原本比如说什么什么送小孩去管理组什么干嘛干嘛，你现在觉得很荒谬的那些例子，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他们的初衷啊，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哈。可能他想就是觉得老的时候想要过得更舒服，所以才选军工教，然后小孩可以有比较好的生活，比较好的教育。对啊，搞不好才会脱口而出说什么
那我们这样就没有办法出国了。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机会出国啊，我觉得啦，我随便讲的，我不知道讲那些话人是谁，什么背景，什么干嘛，我只是讲说，没有那么不可理喻啦，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但是我再强调一次哦，我没有说我是支持哪一边还是怎么干嘛，我只是觉得，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我们没有在二十年前，在这么久以前生活过，我自己没有，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背后的故事或过去的事情，我没办法直接讨厌什么人。帮丢丢小弟八年是关明年终于可以登出了，所以八年试关辛苦了，八年试关就是签两次嘛，辛苦啦，试关最辛苦了。要新增表符吗？还没想法耶，有想法的时候就会新增了。反正现在原来是有些人就一直在说，可是他们怎样，可是他们怎样，那个我都了解啊，我没有说。现在不要砍啊，我只是觉得说也是不无道理啊，所以也没什么好讨论的，我没有说一定要哪边比较好。真的，我也觉得我的苦石很好吊装，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会再开画图玩家？会开的时候就开了。秘境守护者到了。物价随通膨成长是一件对经济有帮助的事情，真假的？我没有学经济，但是这样为什么是好事啊？我以为这样就是通膨的整体耶，通膨的整体不就是物价这样子涨，然后大家就哦，那就通通都全部都跟着一起涨嘛，不是吗？
电脑爆了，要看状况决定明天要不要 U。不 U 了，不 U 了，不想 U 了。我要睡到眼睛肿起来。现在大家不高兴，很多都是那些问题发言啊。况且这次改革也不派人准，哦，那你跟刚刚人讲的一样嘛，那没关系，大家想法不一样。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比如说之前，比如说同志游行好了，然后就会有人就故意，就是。PO 一些比较偏激，不能说偏激，就是比较激进一点的标题，比如说，我不知道啦，反正不是很多人会传那些照片吗？比如说他们穿的比较暴露啊，然后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干嘛的，然后 PO 那些照片，然后就会说，他就会说，你看同志就是这样子，就是妖魔鬼怪啊，什么干嘛干嘛讲这样子的话，就以我们的。价值观来说，来想说，哎，你们又在把同志妖魔化了。可是不会有人怪，就是比较没那么激进的同志说，为什么不出来组一个团体来澄清，还要怪别人去觉得同志是妖魔？你懂吗？现在根本就是风向的问题啊！我觉得啦。而且明明在讲房事，不是吗？屌！对啊，就是把同性婚姻跟性解放啊那些什么搞在一起，然后贴上淫乱那些干嘛？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因为稍微有一点头脑，就会觉得说啊，那也不是真的，不要。也不要在那边就是妖，你在妖魔化别人呐、啊。那你今天会如果会觉得故意截那些部分去妖魔化别人这件事情很无聊的话，那就不要说，那你干嘛不澄清？这样子啊，我觉得啦。就是一样，都是比较稍微弱势一点的族群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好了。总觉得拿同志来比喻好像不太一样，他们不影响其他人，也是啦。我先不讲，就是影响其他人这件事情，我就想说，用少部分的资源去以偏概全啦，这件事情啦，少部分的资讯。大部分同志都很低调吧？我第四个他都没承认过，那可能是因为环境，他觉得环境对同志不友善啊。对啊，要是我是军工教，我也不敢承认吧。要是我爸是军工教，我也不好意思跟大家讲吧。大家一定说我是靠爸主，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变成这样，我觉得啦。现在就是变这样啊！如果就是一直要以偏概全的话，就是会变成这样啊。
然后就没地位啊。什么？怎么又掉光？这么屌？为什么华丽的箱子可以掉光啊？我玩那么久了，华丽的箱子通常都是丢废物而已耶。拿暴雪免费20只吗？当然有啊！八卦版真的很恐怖，已经不敢上 PPT 了。嗯，我觉得如果你不习惯里面的那种说话的，就是里面的风向或者价值观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不用看八卦版啦。那里面价值观就不太一样，现在那里已经是个垃圾桶了，我觉得。就大家就是随随便便就丢东西进去，其实也不太 care， 这样就是去宣泄的，也没什么逻辑，有些没什么逻辑啦。当然还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文章啦，但是很多时候推文啊什么干嘛，其实都没什么逻辑，也不知道是反串还是真的，所以就真的是没什么好讲，也没什么好看，不要。不要觉得那个是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啦，那样子的话你会觉得很错愕，但事实上不是啦。过滤能力嘛，每天打第三都在讲一样的话题，我刚问说不知道尼尔好不好玩，我自己现在才玩一下下而已，我自己是玩 PS4 版的中文版，我觉得我玩一下下而已啊，我不能做太多评价，我目前学的动作游戏的部分来讲，它其实蛮好玩的，但然后故事感觉也还蛮深层的，所以能玩中文版，我觉得就玩中文版，感觉可以了解多一点事情。感觉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动作也这么简单，但是这只是仅限于我前面玩45个小时的心得而已。